杨志水那种型的我最讨厌。哎呦，你不要嫌他，小姐会有感情哦。你怎么可以一大早就诅咒我呢？哎，我那天为了帮忙隐瞒我哥和大嫂离婚的事被逮到。你说我二姐跟姐夫怎么了？哎，结过一次了，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，优频道，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优频道悠哉悠哉，在9点，真的是琳琅满目。哇，这是谁家？星期一，嗨，我的新家，住得好，逛遍全中国，真美妙。背后就是雪山。星期二，把握好时机，吃到饱。贫民窟美食探索，吃得妙。如果没有把海胆清洗干净，可能会吃出问题。星期三，极境之旅，乐逍遥。这间教堂其实就是一块石头。星期四，远方的华人知多少。 I'm a Chinese and I'm proud of it。 星期五，台湾1001个故事，吃得好。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。频道悠哉悠哉，在9点。天下女子之中，就属她们最善于烹饪，才得以进入大明上食局，成为掌膳之选。她们为着同一目标，成为天下第一的名厨，同欢笑也同悲伤。在复杂的宫斗之中，从御膳的敬意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条路。徐凯、吴谨言再一次携手共创古装爱情佳话。上食，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，优频道，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上食视频。有的曾经四海为家，不是再瘦了，瘦了眼泪就流了。有的如今落地生根，这里才是我能生存下去的地方。听他们分享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，在这个华人少之又少的远方，辛苦吗 ？I'm a Chinese and I'm proud of it。远方的华人，2月2号起，星期四晚上9点，优频道。2月2号起，你也可以在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远方的华人的视频。为了保护远嫁他国王子的妹妹，她随行进入皇宫。如果你觉得我跟我妹妹要来这里挖金，那你就错了。却卷入了皇室斗争的漩涡之中。能为摩达王国解决所有困境的人，必须是命定的远方之人。结束冲突、挽救国家的天选之人，真会是他？泰国高人气连续剧《沙粒迷情》，星期六、星期天晚上9点，优频道。你也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《沙粒迷情》视频。他能够有一个那么新鲜的版本，我很感谢我们的歌。经典永不过时。青春不畏前程，我可以成为你故事当中的一个人。穿梭时光的声音相互碰撞，是否会擦出一种焕然一新的火花？我们的歌，星期天晚上7点，优频道，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。